昨天，现任美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出现在香港铜锣湾，出席了某健康营养品香港概念店的开幕礼。郎平退役前曾担任中国国家排球队队长，一直以来都以健康自信的形象示人。前不久更带领美国队在北京奥运会上摘得银牌，追平了美国女排历史最好成绩。